呢个 channel 咧系做一啲关于游戏嘅新资讯同埋直播嘅，中意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魔人。咁啊，今次翻到嚟咧，就同大家咧去睇睇啊，天地劫有咩新嘢玩？咁其实咧就多咗呢一个嘅外观啦，诸葛艾嘅限时外观啦。咁我自己咧冇乜兴趣，系啦。咁但係有興趣嘅呢就係呢個上官婉嘅鎮馬與林限定嘅角色啊。好啦，咁啊逢親有新角色呢就有我嘅地方啊。咁啊直接啦，呢個係剩返七日嘅，咁就限定召喚，睇睇啲技能先。嘩，真係好好有氣派呀。嚟啦，我哋直接抽第十，呢、這个十抽冇嘢，跟住二十抽，好，二十抽未有，咁啊当然唔止抽一隻啦，三十抽进抽啊，好，四十抽有啦嘛，睇睇先，都未有，五十抽，咁五十抽应该就见到啦，诶、欸，有啦，好。睇一睇先，诶，应该有啦。阿尔泰巴、呼延松、伊斯朵，睇下先嚟啦。诶，未有，仲未见到咯。诶，有啦，好，咁啊，直接中咗上官婉一隻。好，再嚟呢度六十抽。七十抽，诶，七十抽又中，会唔会又系上官婉呢？睇睇先。嗯，好，一隻英灵华，阿尔泰巴，喂，嚟未啊？睇下先，嚟啦，诶，竟然系中咗古伦德啊！咁古伦德我啊可以八十抽，古伦德我可以突破咯，应该九十抽。好，一百抽，一百一十抽，再嚟一百二十抽，冇啊！一百三十抽呢？睇睇先，都未有。一百四十抽，冇喎。一百五十抽。有啦，系嘛？未有一百六十抽呢？嘿、啊，有啦，第二隻会唔会有呢？今次呢一个一百二十抽，睇下会唔会有第二隻先。好，啊，叶明勇咁唔使睇咯。哇，歪咗两隻咯，已经一百三十抽，未有。一百四十抽，一百五十抽，好，一百六十抽呢？有啲阻滞喎、啊，今次，呢度应该都系中啦啩，两只，吓、啊？有咩？哇，好歪喎咁铺，睇睇先。我抽到，我抽咗差唔多二百抽啦，其实二百抽。头先应该系一百九十，依家系二百嘅，二百一十。哇，好歪下，只只歪错歪晒，直头二百一十，二百二十咧。哇！如果就系咁歪，真系唔谷六星上去啊！二百三十未有，二百四十有啦啩，望望先。二百四十，诶，有啦。哇！喺后边，二百四十青罗阿布斯伊斯朵青罗，诶，中啦。
咁暂时嚟讲咧，好似先多咗一只啫。我哋望望先，呢度220先得两只，咁仲有系应该系突破唔到啊？睇睇，咦，突破到喎，一只突破到，跟住四星，跟住要两只，再要三只，即系要多五只，哇！有啲危险，不过再嚟啦。有危险，其实应该都得嘅。好，230，好系嘛呢度？240，未有250，250冇啊，260出嚟啦，有啦，终于。望下先，哇！喺最后喎，鬼星阿尔泰巴嚟啦，仲未嘅，得未啊？见到啦嘛，好，差四只，记得咗几多啦？已经抽落去先，250啦，260啦。好，270，280，300噶咯喎，咁样，诶，280，好，望望先，一隻彩，灰岩送，差唔多啦，出嚟啦，喂，又错，又歪错。300噶咯，歪得好交关喎，呢只限时嘅。好，310、320、330。哇，呢个限时真系错得咁交关咩？340定50到啦呢度，望一望先。彩色一只。伊斯朵、英灵华、伟星、伊斯朵、伊斯朵出嚟啦，未喎，差唔多，哎呀，又未喂，咁样嘅喂，喂，好恐怖喎、啊，大概系350到360，370，好嘅。380，有冇？冇。390，都系冇。400有未？都系冇。410，420应该出嚟啦啩？420啊，争三只喎。诶、哎，有啦。好，望望，哇！第一隻就中我，诶、欸，有啦。咁呢度应该系可以五星嘅580，即系我哋依家抽咗420噶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嘅角色应该可以升上去五星嘅，系啦。咁就仲争三隻，咁我哋极速抽埋佢啦。好，五星。大宋的江山。调换。530，冇。540，540都冇。550，嚟啦，冇喎。560，出嚟啦，560。有咯，哇冇啊，570，应该喺呢度出嚟啦。哇，570都冇，580，580，喂都冇。如果580都冇嘅话，就去到590，哇都冇，600噶咯，600呢度爆啦啩，冇可能唔爆啊，呢度我哋跳过。
诶，我哋有多谢啦，六百一十冇啊！哇，呢只上官丸真系难抽喎、啊，620，中咗好多唔关事嘅、啊，603、604嘅咯、啊，684，哇，605，之前抽一只。啊、不过都是差不多，我记得之前抽这个的一毛斜其实都差不多用了成千了，这里640-650到好跳，我们如果这里中埋就差一只的啫，哇又不中，中了一只、不过那些都可以六星的这样，好再来差两只啊，没记错，我哋抽晒先出去睇下用咗几多抽啦，我已经唔好记得抽咁快，好嚟，哇，巡有人中巡迷光，好呢度差一只嘅啫，如果中埋一出两只就最好啦。喂 ，OK， 差一只，嚟啊，哇冇啊，再嚟啦，都系未有啊，再嚟。好嘅，再嚟啦，有冇？呢度应该有啦。喂，最后一只出埋俾我啦，嗱嗱冧。喂、哎，未有，再望望，好，都系未有嘅，有啦啩？呢度有啦。望一望先，好，咁啊完成啦，我哋做咗大概係690抽700抽到，咁就升上六星，上啊，六星成功啊，突破成功，六星，大宋的江山，终于搞掂啦。酒酣胸胆上开张，上官员，好，咁我哋今次咧，暂时咧系多咗一只新角色同埋一个新外观，我哋睇下下个礼拜会唔会有啲新嘢再同大家讲讲。好，今次条片嚟到呢度，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兄弟们睇到嚟呢度咧，条片已经完噶啦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咧，可以揿落去加入会员支持我嘅 channel 嘅。仲有就系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， 等佢唔好错过一啲游戏嘅资讯啊嘛。